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our live Facebook, another session of Getting to Know Johor Bahru Happy and Joyous Club. Good morning to our Facebook viewers and our members here with us, our ex-co members. Good morning to our President Kong Wee Cheng, Vice President Bat Chan, our Secretary Lee Jean, Drum Circle Director Seng Hua, our member Liang Xiang Jie, Zhao, and of course our interviewee Lim Boey Lang. Woman is called her Mei Lan. Today she's our interviewee. Our interviewer is none other than our President Kong Wee Cheng. Kong Wee Cheng, President of us. Can you hear me or not? Huh? Yes. Okay. Okay. Hello, everyone. It is nice to invite our member, Lim Boey Lang, Mei Lan. Mei Lan has joined us quite some time ago. Mei Lan, would you like to tell us how long ago you have joined us? And what have you been benefiting from Johor Bahru Happy and Joyous Club? 大家早上好啊。我参加大概是十多年啦、啊、因为记录那里是2011年啦、啊、1月1号的时候加入这个大孝瑜伽。OK, so 我要知道好像在这个期间啊十多年到现在啊你对新山开心喜乐俱乐部的印象如何啊？其实大孝哦，我们讲二十四小时啦。如果是开心也是二十四小时嘛，不开心也是二十四小时嘛。如果是给我们选择，当然是开开心心会比较好啦，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情绪都 会有好有坏嘛，但是参加这个大孝瑜伽就会有这个正能量哦。OK, 这样就是说到从以前到现在你觉得这个平台还帮到你有连续的就是一直有这个正面的好感啊。好啊，是，所以、是这个是很好啊。像成为会员之后啊，你最大的收获啊是在哪一个部分呢、啊？参加大孝瑜伽，我们除了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啦，那么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每天早上哦，我是会打喷嚏的，我打喷嚏，我哈啾哈啾哈啾会连续很多次的，那么我。加入了这个大孝瑜伽，它就会改善哦。因为我每次到下午的时候，它才会好的嘛。因为可能早上是比较寒啊，会比较凉啊，所以就参加了这个。就因为我们有做这个呼吸嘛，我们每天哈哈哈，我们就把那个废气排出啊，我们就换新鲜的空气嘛。尤其我们在公园的时候，那种负离子那种空气是很好的，又很新鲜，所以哦。健康也是会改善哦，而且我们都是会用正面的想法啦，因为你笑的话你就会开心嘛，因为你伤心的话哇你一直想到不开心的事，如果你开心的话啊你的心情就会跟着好哦，因为其实我从小我就很爱哭了，所以哦长大的时候也是很爱哭啦，因为也是有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先生过世嘛，所以就很不开心，然后每天是很伤心啦。那么参加这个大笑，我看到每个人开开心心，你真笑也好，你假笑也好，至少人家看到你是开心的嘛，不会说看到你哎呀每天愁眉苦脸。如果你们看到愁眉苦脸，你们也不喜欢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是有听过人家说。最爱哭的人是最爱笑的，其实我也是那一个，
所以大笑其实帮助很大啦，因为健康方面也是可以改善，然后心情方面也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情哦。嗯，很好，很好，就是说，当你做大笑啊，你就改变你的人生了咯，好，因为你，as what Dr. Madam Kataria 讲咯。 When you laugh, you change, when you change, the whole world changes, 就是你也是会吸引到更多人, 你改变的, 你改变人家也看到你改变, 是吗? 是。 So, 从, 在这个, 大笑的益处, 你得到这样多益处, 你是否可以提出, 建议, 这样大笑一家, 推广到其他社团吗? 其实我觉得哦，现在很多那些小孩子啊，因为小朋友哦，他们在读书，其实他们也是有压力的，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些青少年也好，小朋友也好，他们那种压力他们是说不出啊，因为有一些无形的压力是自己不自觉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带去学校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了，因为给他们。 有舒缓啊，像我们笑的话，我们哈哈哈。其实我们是把那个废气排除嘛，无形中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能够帮助到减压。嗯，OK。所以如果是能够带到学校去，我觉得会有帮助到他们呐。哦，很好，很好。所以我看你在这一方面你都很了解啊。 你是否有用在你的那个你的工作的地方吗？或是在其他地方吗？有啊，有时候顾客面前或者是朋友，我们都是会跟他讲说，我们都要有这个正能量啦，都会分享说我们这个大笑瑜伽。其实经过 MCO 有很多那些忧郁症啊，好像因为关在家里太久了，就造成很多问题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笑其实能够帮助到很多人哦。我们能够给他们说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这个现在也是有这个 Zoom 嘛，都很方便呐。我们上来 Zoom， 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它是能够减压的，其实哭它能够减压，笑它也是能够减压的。如果给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开开心心不是更好吗？对不对？ 就是多笑一点就开心一点啊！是啊，你可以分享一些哈、啊，你觉得有趣的故事啊，在开心，心伤开心喜乐俱乐部的这个团体。其实是很多啦，好像曾经有参加这个游神哦，我们是有扮这个小丑嘛，那我扮了小丑就好像感觉都很开心啊，因为。 小丑他都是无忧无虑的嘛，我们就是就是有那个角色啊，我们就是开开心心的笑，就是哇，你笑了过后啊，你整个人觉得很舒缓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工作还是家庭各方面啊，我们都忙忙忙忙到很累了嘛，但是你笑笑笑笑一下啊，哦，其实是蛮舒服一下的，是觉得也是蛮开心啊，嗯嗯嗯。 所以你看哈，你也是得到很多益处哈，在我们心伤开心喜乐俱乐部哈，尤其这个小丑啊，我们经常有这种节目啦，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啊，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啊，这样我也是希望你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时候了哈，这个时候是最好，因为每个人都要需要这个。 快乐的时候了哈，不然的话哈，他们整天愁眉苦脸或是有很多担忧啊，说这个就是心伤开心喜乐俱乐部有做一些很多节目啊，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啊来参与了啊，所以你自己本身你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你要分享吗？还有其他东西要分享吗？ 其实我们这样子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哦，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然后我们也有很好的正能量嘛。因为每个开心的话，你看到我笑，我看到你也笑啊。好像早期我们在公园，每个人都很严肃啊，就是你。
你跑步，你跑你的，我跑我的。在我们在公园，我们做这个，但是每个一经过，咦，我们在做什么？可是他们经过，他们都是会笑一下嘛。但是你笑笑笑，自然了，他看到你，他就笑了。所以那种磁场啊，他就改变了。所以其实我们对每一个人，我们笑，就好像一个镜子这样，你笑，他们也是会回你一下啊，笑一下。所以我们也觉得蛮开心啊。 所以每个人就是，嗯，很好，很好。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讲说啊，每天笑笑一下，哎，好不好的也让他去啦，就是笑一下就过了。是啊，我就是看到你很开心啊，在那个 Pelangi Indah 哈，带你母亲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大笑啊。那个时候啊，我感觉到啊，这样我们每一群人哈、啊，跟他一起笑啊，他就很开心了咯。 啊，所以现在这个环境内啊，我们有小孩子到大人哈、啊，都有经过不同样的挑战哈、啊，所以我们觉得哈、啊，每一个人在大笑瑜伽里面哈、啊，就有得到一些很大的益处，就是身心愉快啊，身体健康，还有这个世界和平啊。要是我们多做一点啊，我们会帮忙到更多人哦，就是要乐意的去分享了啊。 因为我本身也是觉得啊，我们尽量的跟人家分享，因为 caring is sharing 嘛 ，and sharing is caring，and is 就是说我们要多分享给别人哈，我们就是在关注别人，也给人家开心了，好，很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分享这样多好的益处啊，得你得到的益处也是给观众们在看呢、啊，我相信没人很多朋友。 就叫他们一起来share 和 like 和 comment 啊，写一些这个正能量的评估啊，谢谢你，梅兰。现在我交给我们的 publicity director， 哈哈哈。Yeah，thank you to our interviewee 梅兰，谢谢你的分享 ，and our interviewer President Richard。 Okay, apart from laughter exercise, yes,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What's wrong with me to this morning? Okay, apart from laughter exercises, our club, Johor Bahru Happy and Joyous Club, we have a lot of events now going face to face. We do events in schools, in hospitals, in old folks' home. Apart from doing sharing laughter exercise, we do clowning. Clowning, that means we dress up as clown. Our members will dress up as clown and bring joy to the children, to the old folks. And we do drumming also, drumming circle in homes and in various places. And we usually do our, we have fellowship on a Saturday that is in the afternoon to celebrate our members' birthday,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fun dancing, singing, clowning, and so on. Do join us and be a member and come and explore and see what is it all about Johor Bahru Happy and Joyous Club. Thank you for viewing our Facebook viewers. Remember to share, to like us, and comment. And also thank you to those present here, our President Komui Cheng, Vice President Ban Chan, our Secretary Lee Jin, Drum Circle Director Sing Hua, and our member Liang Xiangjie. Oh, she just awarded as a certified laughter yoga leader. You know, she just done a workshop last week. Congratulations to her. And also to our friend Rajbin from KL. Thank you.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and see you all again next Wednesday at 8:30 from 8:30 to 8:45.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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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Bye. Bye.